应该可以。相信影片。对啊，现在影片模式。我觉得我可以红到我应该可以当个 YouTuber 吧，或是老人那一种，就是因为我会对着镜头讲我拍摄。真的、哦？那你现在就是？可是我现在就没有。真的、哦？对啊。你怎么那么？你怎么那么大牌？我超大牌啦、啊，就是超级不知道讲什么，超级不知道讲什么的。我要讲什么啊？就是来。这是就是我们这个帅哥呢，就是我们的老师，他要价呢大概就是50块就可以买得到咯，就是然后可是买50块没有附眼镜，对，其实那如果我要加眼镜要加多少钱？加眼镜的话呢，因为我们这眼镜属于比较贵的眼镜，可能要加个5000块才能买到眼镜，所以如果就是老板这副眼镜我其实花了15000，15000听到没？要15000才能买到眼镜 ，OK？ 所以、就是、而且是6年前的。哦，6年前15000，现在涨价了，要20000块。可20000块还不能买到他的人，只能买到他的眼镜，所以要买到他的人要20050块。所以我就是花20000块再加50块，然后付本人。对，不是付本人，是20000块加20000块是买本人付眼镜。对，那现在的话来电来这一支，我们现在这一支电话来电的话，就赶快来订购我们的50块老师哦。如果不要付眼镜也是可以啦。啊，如果只想要单买眼镜的，你就花个50块把它买回去，然后再送给别人，还是怎样都可以。然后我们这一位呢是比较有前途的，就是他现在是就是研究生的状态，那将来可能会翻倍，就是价值可能会比较涨一点，所以大概就是好跳楼大拍卖，2000，真的、对啊，眼镜。这个价格也差太多了，50块附赠，就是2500就可以买到他的人副眼镜，对，一样来电下面这一支，真的，谢谢。我回去可以贴在 YouTube 上，可以啊，50块老师，50块，要买要快哦，烦，要买要快，价格差这么多，对，50块，太过分了，因为有年纪了嘛。